四百块，讲我卖都介绍，只要买着拢比一支也无甲恁骗的啊，两包了。来两包，要不就分一个。来，给我两包，谢谢。讲完讲两杯酒，我两包，谢谢。来个皮包，我讲我，走啊。好不？来，哎，谢谢各位欢迎啊，您多礼了，欢迎谢谢。来，逛完够两杯酒，我两包。还有没有人要吃长颈？长颈啊！有了，那个小费吧。有啊，处理有啊，处理有。够两杯爱不？够两杯变一百的不？你两杯变一百，想看吗？五百变一百，那我当七杯，七杯长颈。好了。来，我头前我了，我带你两包，八百找你。哦，无计算我了，我无啊。我平收好，你个。啊，你带个新牙齿的，是的。后边那新牙齿的，快些。后边那，你行得久的，我就看。好啦。放完。谢谢。地龙秀会放给了。来，开始签约。地龙秀会放给了，是的。哦。那就到定金了。来，多少块了？开始签约。还无呢，我无做，千五几啊，我无做。这帝王蟹要放你要吃，卖五八卖四八啊，三八上面吃三八。来，三八三八。咸猪肉真好无个，一个你好啊。有。你几几讲？这帝王蟹要放用蒜泥酒落去做个啦，吼，四条、二五条、二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，这五条我送你啊，唔免五八，免四八，三八包了。来，三八。咱做好饭好食，咱做饭好食，你白做饭。三百块有要吃无？你个人要买一百、两百的无？你想要试吃看卖无要紧哦。我要买一百块、两百块的无？尝鲜的，就是你唔要吃无？你想要试吃啊？小姐，一百。一百。个人要试吃看卖无？一百、两百拢无要紧啦。有啊吼，好啦。好，爱咸猪肉啥物吃？小姐。上海有啥物单无用的？紧讲。七十鸡柳条。七十鸡柳条，可以下巴给去啊！你要吃迄个咸猪肉，卖五百、四百、三百就好啊。收一个。我这条人搁送你，你也买无啊？新价钱来，这条我你逐条只大条三百。来一个。来三包。看无呀？个人要吃，来搞一条包吃吃。个人要吃咸猪肉无？三百块而已，四条一条七十五块尔，去吃嘞。咸猪肉拢有啊吗？有人要买两条，百五要情况卖哦，百五就好。百五。来，有人要试吃无？来。百五个人要吃看卖无？百五，百五个人要吃下无？你吃，刚你只吃两块，你落去看你弄啊。来好，我先甲，我你等我一下啊。你先甲迄个咸猪肉用咧，看你弄啊，赶紧去人地摸的。这只我袂卖，伊咧单个有啥物无人看的无？啥物？讲。七十几六条先来，过一下把这拢卖好。来，先摸个。这卖我，这是跨人前面。来，七十几六条。这七十几六条啊？这不怕咩啊？你也那个吃看卖啦？这一包真正外好，现在他妈两三百块啦。一个人给两包，等于七十几六条，加包加七十两百了。有人要吃七十几六条无？两百块。你看我给十万给你啊。三包。十万有给你啊。这是加几分？三五。又给十万迄个无？来，加一，给一间玻璃弄叫迄个单。你无爱玻璃弄啊？哦，这两百个买来无？好钱，一百咯。那你唔爱买袂买一百，我试一下看卖好无？有人要试一下无？一百，左边。来，过来。一百个要试一下无？一百块。大只鸡毛好食哦，有啊吼。好。我后面有点。来，下巴请来哦。下巴在哪里？这两家店的吗？来上面吃三百一碗嘞。多谢。这加蒜头的啊，这一包八百，两包三啦，唔免三百几啊，我两百了。下包的。来下包嘞。来两包，够要吃无？你摸的，这个要摸的啊，这个大，加因这个。够要吃三百一碗的无？够人要买一百块，当个煮菜头汤无？一百块试吃看卖啊，好吃啊。有啊哈，来收。这是几张哦？我先看我两家要来下包。来，来过一下八，你也要吃，先给钱的先给啊，来五八上面吃五百，来五八，啊，没唔是啊，三八，你话讲唔对，三八姐，下八上面吃才水哦，啊，别搞我，三八，再够你啊，再够上你啊，来过一下八上面吃三八，
来，我来画下巴姐，画画家。来，我来画下巴。来，沙发，够你写，够你写，够你。这堆拢我哩啊，摸摸摸啊，沙发了，好啦。来，沙发，够要吃下巴无？沙发。够了，要吃国语下巴无？300块沙发。够够你啊，够够你啊。沙发，够要吃下巴无？好。来，各位上面，上面，伊检查的，我讲得的。来，开过，意大利面开了。一个上面，海鲜买多少？蛤蟆无啊，蛤蟆我是照片照袂了，鱼啊嘛是见了了。哎，鱼翅根无，哎，刚刚上面有几样啥？花枝白鸡啦。你看人要吃意大利面的无？我从番茄甲青酱尔，一人给沙包一包了。来，青酱沙包。来，两人。两包。好甜哦！我这边点几分了。青酱好不好？青酱上好吃，100块。还是你要番茄？各100，两包。那你也两包。上面酱。青酱200。青酱200。青酱真正做好吃，足侪大家公认的青酱哦。各有各几个？各啥物？200。青酱跟番茄各100可以吗？够了，没讲意大利面的吗？没有了，够一百啊！意大利面够了没有？真的全部没有了。青酱最好够了，把万青酱做好起来，你能怎么办？青酱够没有？我青酱意大利面够100。够我们讲意大利面的吗？100块。够我们吃的吗？无就收起来啊！直接收起来。来，上面吃花枝牌，五个人加300，五百要哪？100咯。来，100钱。这样，你快些啦，这100块了。阿姐，你全部买物件卖走，我再有两箱物件要了钱哦，你。我今麦就要花，这个花了就要花。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飞机牌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100了。收一个。个人要吃花枝牌无？收一个。四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十地、100了。来，收一个哈、啊。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，来九地出发了。最后一个出发，上面只有100。来，见到一包。最后花枝牌又一包，上面只有。大哥，你好啊！我讲我今日来处理，你莫来摸吼，来后面去搞小姐好啊，搞小姐好啊。好，来了钱过来，莫管，来，别忘来摸下。几箱毛了？来注意听啊！这仓库是搁几箱啦？6箱。你啊，你啊，卖不完，咱来。我来讲啊，这也卖一分拢了足侪钱的吼。我甲恁讲过，这了钱也不是无好吃。最近足侪人家专工来甲我买这個，我无甲恁骗的，这包叫葱烧嫩鸡腿。真正好食的物件，这你交啥？交迄个什么高速公路休息站套餐，一份拢200-300块。啊，真的，萝卜糕做早就抢了了，剩蚵仔你干咩啊？蚵仔，完美的做早就抢了，一来蚵仔就了。来，这包叫葱烧嫩鸡腿，等于用我手就做好食啊！谁啊？我要起来了钱，这好食的物件，为什么我要了钱？我阿恁解说，我叫来，我伫网站拍一张相，落去卖，真正卖了无好。啊！而且这一包90几块的成本嘛，伤贵。我卖120块，我嘛卖无贵，啊，不过真正卖了无好，啊，足好食。伊到8月1号到期，就是讲等于搁吃10天的时间。你若吃了，你袂当去吃，好、哦、来。这人加3包葱烧嫩鸡腿，我一包卖120，到这3包卖360块，我才会当赚你70块。今仔日一人加3包，真正了足济，买来加当去吃，用我小罗啊，100了。来，收钱，全部收钱。再无收钱，100块就好。来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啊啦。五个，先背落啊。一个，两份的，先啊，先两份的，先啊。三个，不累啊！拿车子耶！再来，不搞毛病，再给我买酒，拿车子耶！来，你骑着钱也未骑着物件，手拿起来。来，这个愈贵，叫人给我。这包是啥物？迄啥物啊？麻香猪肉包，这包阁愈贵啊！无甲你好笑，我后续也愈骑愈贵啊，了恁啊！就是成本越贵的放在最后面啊！啊，来，这包麻香猪。
同款用我小夹缝，直接就好咯。来，同款三包哩，你无客气的来手的，无有客气也袂记得，我保证你。来，好啊。来，几个？四个，你讲几个？来，好，提钱，无提钱的。哎，这包到八月七号嘞，哦，这包不是八月一号哦。麻将桌还没有哦，麻将桌加一礼拜哦。好贵耶！来，啊，你若做买着迄个物件，无买着麻香椒，你买可来去咧春节咧。来，姐姐。来五百。我全五存细啊，六箱了了，真正好。我一份哦。我无法良心跟你讲，我话这边工厂做这個，真正了做这個，无甲恁好笑。五百。我话这边工厂做七支三品，七支了歹受啊，真正了歹受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啊，真正了歹受。一包，啊，袂紧买买一包。麻香猪啊，一包是贵，加贵八块一包。来，够来要一个麻香猪，就是麻香猪肉包，伊只汤汤啊，我来加迄个啥，一块米酒汤的搅啊，小用饭了啊。一包够要一个麻香猪肉包。来一包。一百还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。中午啊哈，还要给个，今麦搁请上来。来，恁过来买啥？恁搁讲。我来当熟的，我尽量熟的。有要食啥？你甲我讲。你要食鳕鱼哦，鳕鱼我来一边。小刚啊，我来一边。鳕鱼我先买，小刚啊先来。小刚啊，规身甲我望起来挂冰糕。好。鳕鱼要食，免一千五百了。鳕鱼我阿莫准起来，鳕鱼一袋五百，冲我头前买来两袋好。三袋给你，这袋搁送你，你又买袂着，先给钱，这袋搁你，刷你。来，五百。搁两要吃鳕鱼的无？鳕鱼五百啊。刷你搁两要吃的无？最后这三袋，恁搞买袂卖了啊？三百了。三百哇。来，三百两要吃的无？三百。有啊吼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姐，其实我今仔主打到尾拢无。